政策他首肯，那之后这个我想由高层人来征询，那么他是希望我来担这个工作，那么他说他们都已经有谈好了啊，这个来希望我来趟这个浑水，跳这个火坑。嗯，那我已经从县政府离开了，如果能够一息尚存，春蚕吐丝的话，我也愿意来为国家做事。嗯，所以可能他们两位高层都是商量好的，所以任何一方的都对。嗯，所以我想，实话是这样子。